开经本344面最后一行，我一抹经云，未发大乘意，设此设者之法意乃消，以法意者得无生人乃消，得人者至一生无处乃消。华严居足优婆夷云，一生所系菩萨，是我是者皆于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皆自性真如无尽之理而为是也。那么这个文呢，都是讲梵四经行回归到自性的讲法。大师在此地引用维摩经上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后面有注解啊，我们看这个引义啊，什么叫做未发大乘意？未发大乘意是未入正定之众生修行信心的，他这一段一层比一层的要深入。所说的这个实都是讲的真如不性，这个消的意思就是讲消归自性。未发大乘意的要照这个地方来说呢，是未入正定居，这是讲啊实性位的菩萨，心行不定，换一句话说有进有退，这个进退还不定，不一定的。三句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这个地方再重复的提一提。所以正定句就是说这个人决定正果啊，决定成就。不定句是说这个人不管他怎样精进修行不会有结果的啊，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盲修瞎练啊，不会有结果的。把这个讲邪定句是没有结果的，那个不定句的人呢就不一定，看他遇到什么语言。他与正定句的人遇到这个缘呢，他就变成正定句；他要遇到邪定句的人呢，他就变成邪定句了。啊，这个三句啊，把所有一切众生全都包括了。严格的来说，在我们现前末法时代，唯有修学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啊，可以说
他是镇定局啊，我们知道他这一生决定成就修学其他的法门，这一生不一定能成就，不能成就就有很大的麻烦。无量寿经上讲啊，何免轮回呀、啊？他免不了六道轮回，这一六道轮回就不晓得轮到哪里去了啊！再要得人生闻佛法，那不晓得要到哪一界去了。俗话常说，一世人生万劫难复，这个意思也是说明得人生之难啊，人生失掉之后再想第二次得人生，这一万劫都不得，不见得你能够得到啊。那么这些话我们听了吧，也许会怀疑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如果我们很冷静的仔细的去想一想，去反省一下，才知道这一句话说的不过分啊。怎么说不过分呢？我们不要看别人，想自己啊。我们这一生从生下来到现在，这个生于一三业，我们造的是什么啊？造的是什么样的业？这就明了了。如果我们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三恶道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不容易脱离。纵然造三造善业，这个善业在三善道啊，起心动念呐、啊，如果我们要认真来检点一下吧，总是恶念比善念多啊，贪嗔痴慢是恶念呐、啊。曾经有几个念头啊，是仁义道德，少，真真是少啊！念头一起来，总是贪图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啊，对世出世间圣贤所说的这些教训。总是半信半疑，这个半信半疑啊，就是罪业，是业障深重。所以，这一世人生再得人生呢，好好的算算这个账啊，还真的不容易了。啊，堕恶道可怕，为什么呢？恶道里面住的时间久了。就带着有恶习气啊，纵然将来的人生这个恶习气常常起心情，还是不断的在造业，这个罪业越造越重，所以你越想就越可怕啊。这一生当中如果不能够往生呢，这问题是真大了。那么这个第一句是是此是者之法义乃小啊，如果就事上来讲，这个出家人常常有一句话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这个施主的供养，我们有什么能力消受？
啊，有什么样的能力啊，你能够把它消化掉？啊，由此可知，出家人这一生要不能往生，这些施主现在供养你的，将来通通都得要还债。啊，要还债。啊，所以出家人对于这个供养啊，决定不能够贪求。为什么呢？现在要贪求多了，将来还得多啊。啊，现在我要的少啊，纵然是不能往生了，以后还债啊，这个债务负担轻点的，这个也好啊。啊，这个就是讲的，一定要发大乘意。啊，说以发意者。的无生人乃消，这个以发意的就是三贤位的菩萨啊，菩萨来应供，他能够消得了吗？他如果不精进、不努力、不再求向上，他也消不了啊。三行再往上提升呢，就是十圣啊。这个三行位啊，就是住、行、相这三个位，是住、是行、是回向的菩萨。那么他要得无生法身啊，无生法人就是地上菩萨。那么此地所讲的都讲别教啊，不是原教啊。原教呢，这个无生人呢，广义的来说呢，这个原教初住菩萨就得少分的啊。得人者，至一生不处乃消啊。那个已经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了啊，正按这个别教意思就是说，这是初地上的啊，他必须要证得十一地啊，后补佛的位置，他才能够消受得了啊。后补佛再往上去，就是圆满的佛果了。就是妙觉位了，可见的要想消十啊，的确还不容易了啊。所以如来才是九法界真正的佛体。啊，九界以下等觉以下的菩萨都要真正用功修学啊，提升自己的品位才能够消受得了啊。那么这个底下解释啊，说是此事者戒团真如之理以为是。因为这个地方我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那个地方的人身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不需要五谷杂粮，不需要这种饮食啊。这是以发喜为食啊，是以发喜为食，以禅悦为食。都还要勇猛精进呢，才能够消受啊！啊，下面说了，《华严》。
具足优婆夷云、嗯、这个是在善财童子53参里面、啊、参访具足优婆夷，这是一位在家女居士、啊、所以在家的同修也不要看清了自己啊，这是菩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他是善财的老师啊，53位善知识都是善财的老师啊，所以这53位善知识里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有啊，诸位去看看《华严经》啊，这53位善知识里面，出家的只有5个啊，在家的48个啊，在家多，出家的少啊。啊，这是一个在家的女居士优婆夷。嗯，他说：“一生所系菩萨，是摩是者，介于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一生所系的菩萨是谁呢？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接受他的供养之后啊，就成佛，这才能够消受得了他的供养啊。这不成佛都不行啊！啊，我供养你是帮助你成佛的啊。啊，那么这些所说的、啊，全是借自性真如无尽之理而为摄影。啊，所以他并不是像我们人间啊这个五谷杂粮的这个饮食啊，那么这就是比丘其实里面的两个意思的一个啊，比丘其实啊，其实是滋养身体啊，这是圆门托钵啊，另外向佛祈法了，是滋养化身慧命、啊、这个就是法师、啊、以佛法为师，是养我们化身慧命的、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问答，是解释这个意思，在这个注解第3行第二句啊，有一个问，说既曰真如之理为实，而真如亦为平等的，无增无减，万古不磨。而文中是前身借位，屡失屡消者何也？这个问的很有道理啊。真如是一样，哪有阶级呢？真如里面确实没有阶级啊。可是我们看维摩经上讲的，它有阶级啊。这个搭得好。真如虽曰一位，万古不磨。二人虽知浅深。以下位未证，上位理实，则一心言此理尽，明摄此实。一证此理实，则此理化为无有，明曰乃消。这个答复的非常之妙啊！在你没有证得的时候啊。
好像是有这个理可证的，证得之后啊，这个理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心静意如。啊，理智不二啊，啊，能证的是智啊，所证的是理啊。证得的时候啊，原来这个理跟智是一不上啊，既没有能证的智，也没有所证的理，这就叫消了。啊，这个没有证得的时候啊，是有能证之智啊，也有所证之理啊，又能又所啊，这个明显的能所。在别教里面讲呢，到三贤位，别教三贤位都是有能有所，登了地了，能所就没有了啊。所以他怎么讲得无生忍呢？那个时候能所就没有了。啊，心经上最后这一句啊，是讲。这个地上菩萨的境界，无智亦无德啊，那就是真正消掉的啊，能证所证，智不可得啊。但是诸位晓得，这是理，是真理啊。我们今天是凡夫，不地凡夫。一定要相信，相信自己是一个生死凡夫，相信自己业障深重啊。这些理论可以听听，绝对不能够学习啊。你要学习必定堕地狱啊，这就叫卧取空啊。啊，无修无证，好，那我也不要修了，也不要证了，啊，那你准堕地狱。那我没做坏事，为什么会堕地狱呢？你这叫谤佛、谤法、谤僧。啊，你把佛所讲的这句话意思错解了，这就是谤法。啊，回谤三宝里面罪业最重的是谤法之罪。不但误了自己啊，也误别人啊。所以古人说啊，宁可执有如须弥山呢，这是执着，执着有像须弥山有救啊，不可执空如戒啊。这个空里啊，一丝毫都不能执着，一执着就卧取空，这就坏了啊。所以净土宗他不讲空啊，直方立相啊，直出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方向指出来啊，立相见地，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啊，这个不至于落空啊，不着空啊啊。我们不明空意不要紧，我们就执着，真有，真有，你就真能往生，真能去，啊，真能够脱离轮回，出三界，啊，这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一定要明了，啊，千万不能够误会。底下呢，他是举一个比喻。如人未知庐山，虽有庐山可言，是一至庐山，则庐山化为乌有，故曰不摄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啊，这是苏东坡去游山庐山游玩的时候做这一首诗里面的言句。
啊，没有到那个地方想去嘛，啊，有个目的嘛，目标嘛，在那努力精进嘛，达到了，达到这个心就放下了，就没有了，没有这个贪念这个心了，啊，这是一个比喻。那么这个上面呢，把这个梵思这个意思说完了，底下呢再解释啊，精行。精行者，持世经云：如来行处啊，是无行处。无行处者，真慧也。故知。念持放住，口口不离，具足动身，步步踏住，何得埋头吃饭，空过一生？玩山玩水观山，徒劳玩。这个前面这一句啊，持世经上啊这两句话，如来行处是无行处，演义里面就注解，行者心行乎静也。这个行就是讲是起心动念，凡夫起心动念都有境界啊，这个境界当然很多很多，佛法就统统把它归纳起来，凡夫叫有啊，你起心动念总有个有吗？啊，决定是有，起心动念是有啊，或者是想人，或者是想事，或者想过去，或者想未来，啊，心里一动念就有相，啊，你看我们中国人，这个中国的文字啊，这个想是一个心啊，心里面就有相了，就有相出现了，啊，只要你一心一动念呢，就有相，啊，心里动念呢，就叫想嘛。想就有相出现啊，所以这个真正有功夫的人啊，有眼通的人，哎，你在这里想什么他知道啊，为什么知道？你一想就有相，他就知道了，你在干什么，他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他能够看得见啊，你晚上睡觉在做梦，他在旁边看，知道你在梦中做的什么，他不晓得。哎，就是因为你想的时候有相嘛。啊，好像禅宗里头啊有个公案，过去有个金碧峰禅师，他这个定功很深，啊，寿命到的时候。这个阎王的时候派小鬼呀，来抓他，啊，来抓他。他入定，这一入定的时候，定了的心的时候，他心一念不生嘛，没有念头，没有相嘛，他就找不到他。小鬼对他无可能，到哪里去了？就是找不到啊。而且那个鬼来的时候，他不是抓的身体，他是抓了个神识，神识在入定，没有相啊，这鬼见不到，鬼见的见不到我们这身体，主要想的他所见的是我们起心动念那个相，他见到这，哎，他见不到我们的肉身啊，所以这找不到啊。结果以后听说是这个金碧峰啊禅师啊，他有个钵，那个钵是个古董，他很喜欢啊，这个他心里放不下的是那个钵。哦，这个鬼就说，那有办法了，把这个钵给他轻轻敲几下。哦，他马上就心这个心里，禅师心里就听到这个钵的声音啊，
他心里起动念头了，这一动念头，这个小鬼就把他抓住了。他说：“你找我干什么？”他说：“你寿命到了，在阎王找你去。”啊，他说：“你刚才为什么没找到我？这找不到我呢？”他说：“因为你入定了，我找不到你。啊，因为你喜欢这个钵，我一敲你，你动心了，我就把你找到了。”哦，禅师一听的，那好吧，他再入定，再敲他不要了，钵往下了，小鬼找不到他了。所以这个心里头啊，一起心动念呢、啊，鬼神知道啊。啊，我们起个善念，起个恶念，鬼神全知道。啊，没办法欺骗人。啊，我们显著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人能够知道，啊，人可以觉察到，啊，隐蔽的在心里面的行为啊，鬼神知道。啊，连鬼神都知道了，那经上讲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人，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所以我们今天。打个妄念妄想，甚至于自己还没有在意，还没有体会到了，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是讲凡夫的行处，啊，凡夫住有啊，二尘行空，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执着空啊，都偏在两边去了。大乘菩萨呢，行中道，说大家中道还是中道，给了个两边的，又是一个建立，还是一边。这个阶级层次啊，就是这么分出来的。如来在有处全空，空处全有。啊，所以非行有也，也不行空也。中道就是两边，他也不行中也。所以佛是无行处啊，啊，无行处，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啊，这个里面有一句。怕同学们呢听得不太懂，看不懂啊。立四句行，觉百非行。啊，这个四句就是空、有、一空一有、非空非有。啊，这都是一切众生的虚妄分别之处。啊，为因那般行。化身向上行，不可行处行。这个微音呢，是古佛的名字，微音王佛。这句话在佛经佛法里面用的很广泛，形容是久远久远皆一切，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无量劫之前了，啊，说这个意思，啊，这些呢都是形容佛是空有两边不住，不住也不住，啊，就是心经后面无知亦无得的那个境界，啊，禅宗称为。向上一周，啊，就是这个。这个故知下面呢，这是做了一个戒劝啊，劝勉我们。念持放住啊，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吃饭的时候持是持根啊，我们讲瓢根，住是筷子。口口不离啊，不离什么呢？真如
本性的德用啊，也就是啊如来的心处没离开啊，只要你不执着啊，你能够像佛这么样的自在，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不执着也不执着。换一句话说，佛跟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呢？佛当年在世间也穿衣也吃饭啊，生活情形跟我们实在讲没有两样啊。唯一不相同的呢，就是佛在所有的境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起心动念，我们都有啊，一切境界里面我们都当真啊。小乘人呢做空啊，所以都得不到真实的受用啊。照有的人造业，要受果报啊，果报虽然不是真实的啊，就像做梦一样，天天做噩梦，好不好受啊？哪一天我不再做噩梦了，噩梦做多了也不想再做了啊，六道轮回就是噩梦啊。你要不能真正清醒过来，这个噩梦是永远做不完的，就麻烦大了，有的做了啊。小乘人做空也是偏在一边，得不到真正的自在啊。这小乘是有体无用啊，体是空啊，有体无用，不起作用啊。凡夫是有用无体，体忘掉了，是有作用啊，体忘掉了啊。诸佛菩萨体用如如啊，这才得大自在啊。这个意思不仅是禅宗显露无遗啊，穿衣吃饭都是功夫啊，穿衣吃饭通通是佛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口口不离，这个口口是吃饭的。这个诸位啊，要读过《楞严》，这个意思就能体会的比较深一点啊。《楞严经》，尤其是教光大师的主张啊，这个《楞严》受《楞严定》的修法了，摄食用根。我们今天的毛病呢，就是用六十。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用这个东西，这是凡夫啊。言圆的是色尘，耳圆的是声尘啊。吃饭的时候，舌食圆的是味尘，都在那起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业障的根源啊。教光大师教给我们摄食用根，我们不用八十，不用五十一个心所，不用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学掉之后了，也能不能见？能见啊。
什么见呢？见性见，这不得了了。啊，见性见的什么？见的色性啊，不是色尘啊。色尘不平等，色性平等。啊，在一切色里头见性了。明心见性，你见性就成佛了啊。而天的呢，不是生成啊，而实才被生成嘛。我现在用闻性，闻的什么身性，观世音菩萨就用这个方法啊。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啊，半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他成佛了。人家吃东西口口不离啊，啊，是用舌性尝的，什么尝的是味性，不是味尘。啊，这个地方所讲的口口不离啊，腹部踏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身，身也是根啊，六根之一啊，眼耳鼻舌身意身啊，身所对的俗尘，现在是身根呢，所对的是俗性的，不是俗尘的，所以他就步步踏住了。这就是啊，如来行处，所以叫做我们精行啊，要行如来的行处。啊，步步踏着，你每走一步，我们这个根接触外面的境界，那不是尘界，那是色性、粗性。何得埋头吃饭呢？空谷一生，你不能在生活上啊，样样回归自信的，你这个饭是白吃了。啊，吃饭还在造业，啊，造什么业呢？尝到这个味道，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分别执着。好吃的多吃一点，不好吃的就生嗔恚心，这个就造业了。啊，所以这个尘有分别，性无分别。啊，尘里头有执着，有烦恼啊，性里面没有执着，没有烦恼。啊，这是讲日常生活，玩水观山，徒劳万里呀。这个两句是说什么呢？朝山参学啊，朝山参学，要不能够明心见性，那你是万里徒劳啊，没意义了。你从前人家朝山参学，他的目的是在参访真正的善知识，是在向他讨教，或者是自己欺入到某一个境界，请他来给印证。我们现在就干什么？现在就观光游览，错了啊，真正错了 啊！所以会用功的人，的确，他时间一分一秒都不浪费啊，念念都与道相应啊，没有一法不相应的。
好，这一段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再看下面这个第四啊，总结。我们这本书啊，这个新印的是比以前的是好啊。莲池大师啊，这个经有一个科判，这个科判在后面。阿弥陀经苏抄别解文义这张表，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段经文呢，就在这个一报啊，一报啊，第二段别释庄严啊，别释庄严下面有四段，第一段是蓝唇行书啊，蓝网行书啊，第二段呢是持果莲花，第三段是天药雨花，我们这是现在这段文。天月雨花的最后一个就是总结啊，346念啊，就是这个总结啊，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现在我们讲的是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章呢，希望诸位要记到，你能够把这一章看熟了，就晓得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啊，你会看得清清楚楚。这一段文呢是在什么地方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啊，这个是啊，这个天月雨花的总结。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是一报里面第三大段的啊，第三段的最后总结。书里面告诉我们啊，诸位翻开第346面啊，借上天月天花等啊，这是总结上面所讲的天月天花种种庄严，借本佛愿行功德所成就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呢，是很不可思议。怎么成就的呢？阿弥陀佛大愿大行所成就的，也是十方往生的这些众生敬业所成就的。也许诸位要问的，说阿弥陀佛的愿行成就，这个还有根据啊？啊，无量寿经上有吧？啊，观无量寿经也讲得清楚嘛。说一切往生众生呢，这些人敬业所成就的，这个好像没听说的。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这个念佛的人呢，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以清净心、至诚心、恭敬心、求愿往生的这个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四个字不一样。这六字红名呢，不但有音声呢，也有光明，不但有光明啊，还有香气，香光庄严啊。啊，为什么有光有香？因为这六个字是从你自信里面念出来的。
怎么知道是自信呢？因为是从你真诚心里面念出来的，这个真诚求愿往生的心就是自信。所以古德说，能念之心呢，就是实觉，所念的佛号是自己的本觉啊，实本不二，就是究竟觉，觉就是自信啊。所以弥陀圣号是我们自信的号，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句佛号念出来是响彻法界，这个功德多大！与阿弥陀佛大愿大行，光光相如啊！我们在这个大经里面念到的呀，自然光色参混呀，这个参就是互相如啊。回是回转的，这个里头没有界限啊，所以这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变成我们自己的愿行。这个法门呢，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要靠我们自己修行，修到像阿弥陀佛那样的，那可真的不容易了。现在是借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使我们的心行呢，居然跟阿弥陀佛一般，没有两样，这个不可思议啊！你一念相应，一念相应，一念是一念相应，念念是念念相应啊，因此。这个经义啊，不能不懂。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境界。那如果你不懂，也要得这个境界，那一定要念到心清净。啊，念到心清净。啊，要念到一心不乱。这个境界会现前，啊，是可以得到的。啊，如果你对于这个教义啊通达明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这个境界现前就会比较快。啊，为什么呢？念念当中，就像往生论里面讲的，它有关系啊。天亲菩萨所讲的无念法了，无念呢都在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里面，所以这一句佛号里边有五个意思啊。下边居老师给我们编了一部进修捷要，进修捷要的修法就是根据往生论无念法而变的啊，这个无念里面有礼拜啊，你看这个进修捷要啊，它一共有32拜啊，每一段是一拜啊，它有礼拜，有观察，观察叫观想。他那个文，你念那个文，心里面去想这个境界，这就是观察。啊，有法愿，啊，愿愿都是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称名，你看他每一拜里头。三称南无阿弥陀佛啊，有称名，有回向，这五个意思都具足啊。
你能够明了经义，通达经义的话，这个不要看得很短，只有32拜。细细去观察，这32拜拜下来差不多也要40-50分钟。如果有时间不要拜得太快，要真正去想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跟阿弥陀佛完全融成一体。的确是非常好的修行方法。我们从前念往生论，不晓得往生论怎么个修法，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编出这个东西啊，就是往生论的修法。而且他观想的内容完全是无量寿经，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太好太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经文无量寿经的经文跟进修解要还有这个宝王三昧忏呢印在一起，就是便利大家修学。能有功夫的没有工作退休的，在家里有时间，那就可以拜这个宝王三昧忏那就更详细了如果是有工作时间很忙的，就用进修结要就好进修结要我们这么有录音带或者你自己先去念一个录一个带为什么呢？你在这观想拜的时候不要去看这个经文你的心会更定看经文是翻书的，这很麻烦的事情。你不妨把录音带打开的时候完全听，听的时候以这个来观想，这个好。所以说是弥陀愿行呢，也是一切往生人的这个境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庄严抄里面所引用的都是无量寿经的经文愿人如大本法藏愿人，大本就是无量寿经，莲池大师他把这两部经称为大本跟小本，认为这两部经是同步，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是详细书，一个是概略的书概略的说的就是小本阿弥陀经，详细说的就是无量寿经，所以这个两部经是同步。大本法藏愿云：我作佛时，四地以上皆无量杂宝，各遣众香，而供合成。这是我们在大经里面读过，所以现在读这个文呢。多少会有一点印象西方极乐世界香光庄严，又愿云：不作佛时，设方无量数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号，燃灯散花。这不但我们读到它的本愿，也在无量寿经里面确实看到了我们虽然没看到，但是摩难尊者、弥勒菩萨以及当时佛讲经的时候20000听众通通见到
就是阿难尊者，我跟阿难尊者说，你要不想想不想见见阿弥陀佛了？你要想见阿弥陀佛，是至诚恭敬的向西方顶礼。阿难听到非常欢喜，恭恭敬敬向西方顶礼，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头一抬起来，阿弥陀佛已经现在面前了。不单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诸大菩萨，也见到十方诸佛了，通通赞叹阿弥陀佛，也见到许多天人呢散花供养。当时与会20000人参加的，比丘众12000人呢，比丘尼500人，再加这个居士有7000人，女居士有500人，通通都见到了。这一段经文，5种译本里面都有。绝对不是翻译错误，5种译本上都有，可见的都确确实实是原本经文上记载的，这个境界不是假的。又愿云：我作佛时，他众菩萨以香化等种种供具欲往他方世界供养诸佛，一时之情即可辨知。这个我们在大经里面也详细的报告过。这个法才是最真实。除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任何地方啊都是无常的。彼此相聚啊，很短暂，很短暂的。唯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无量寿。所有一切人民个个都是无量寿，他那个世界最奇妙的是平等世界，莲池大师的苏超上就讲了，这个后头就说了，现在有很多人画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图画的不对呀。阿弥陀佛的神像画得特别大，观音狮子稍微小一点，那往生的人就更小，还有男的，还有女的，有出家也有在家的，这个都稍微的。西方极乐世界像是平等一像，相貌、身体高矮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决定没有分别，有人也讲了，这是他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前的像嘛，那只能够画一个寺庙，画这个佛像坐在那里，那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平等一像。那个图就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图，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这念念佛堂的图，可以，你行就是念佛堂行，念佛堂我们造的这个佛像造的很大，这个可以，你到那边去，有神足通的能力，也跟佛一样，所以古德才说，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登到一切诸佛的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你想到哪里去到哪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点障碍都没有。
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一切诸佛，这就是第一念的成就啊。这个利益也是我们迫切想得到的啊！我们今天去旅行还是很麻烦的啊！虽然讲交通便捷，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自在的，比不上。又月云，我作佛时，摩刹之中，于是之时，宝钵之中，百味饮食化现在前，摄以自取。今来成佛时，一意所愿，皆悉成就。这就是怎么说的？前面是愿文，幕后这一愿指的是一摄自在，不必要经典。不必要操作啊！尤其是这个家务事情呢，很琐碎的，做久了都厌烦了。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也烧饭、洗碗呐、扫地、抹桌子，西方就通通没有。那个世界一尘不染。是一得一，是十得十。这么好的地方，要不去，那才叫真是傻瓜了，这才叫愚痴了。所以，阿弥陀佛现在是成佛的，他这个48愿愿愿圆满。愿愿都兑现了。那么这是举48愿当中的几个愿来说明啊，饭宿精行都是与吃饭啊精行相关的几条愿啊。下面讲行了，如大本云：法藏比丘悉发愿，天欲妙法而赞其上。又曰：或为比丘，或为天王，或为人王，或为大臣，恒往佛所陈思供养。那么这些文，我们都在这个大经里面读到过的。又云呢，手中常储衣服饮食床幡宝盖一切音乐，近来成佛的，如上天月天花等报自获成就。这个是佛因缘果满了，因地修行圆满了，所以得这个殊胜的果报。这个下面呢，这是第四颗依报里面的第四段，化勤丰树，这个科判我们就不要念了。诸位看那个表姐跟这个一对照就非常的清楚。我们看经文：佛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
即因延长五根五力去菩提分发圣道分如是等法。我们看莲池大师注解，上言诸天现瑞，确实由这个是天人啊，这个境界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的，佛言勤数成因，又上言供养之圣，经言文法之圣，种种言非议，奇妙言异常，杂词言美观，不取不获等者，多种中举一二。白鹤孔雀鹰常见可知，舍利结义前闻，嘉陵平邪慈云妙音，共命是一云命命，如是种种奇界奇妙非凡了比。这段文是概略的把这个意思为我们宣说出来。前面呢一段讲这个供养的殊胜，这一课呢要给我们讲闻法的殊胜啊，因为这些鸟后面经文说得清楚，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情与无情同宣妙法。我们在这个世间，正如世尊所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到那真正是永生啊，那是永，真正是永生啊，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永生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文法的机缘呢是太普遍了，无时无刻不闻佛法，而且都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宣说的。听这些鸟或者听风树说法，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所以闻法机缘的殊胜，是一切诸佛世界都不能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我们要是不闻法，决定推断。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尤其是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这种凡夫地位三天不读经，那就是古人所讲的面目可憎啊。那三天没有念经的时候，心里不知道胡思乱想的什么了。读经就是修清净心，读经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心呢跟经上所讲的一样，那就是佛知佛见了。
啊，经是佛说的，佛知佛见。啊，所以要把我们的凡夫之经改成佛知佛见。最好的方法是不见。啊，读经，我劝同学们就读一种，这个一种啊，要不断的去读，啊，最好是不要换，啊，虽然呢换是也行呢，不是不行呢，总没有读一种好啊，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举了很多例子，啊，自古以来许多这个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们，啊，他们读的是一般大乘经论，啊，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不少人往生的。他这一段文注解的引用是在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可是他老人家最后说了一句话，这是属于杂修啊，杂修总不如专修好啊，啊，他老人家还是赞成专修。一门深入，这个专修呢，我们今天讲这个五经，五经以外呀、就杂了，啊，五经都是赞扬净土，都是劝我们求生西方世界，啊，所以五经是专，是专修。其他宗里面这个经论呢，这就属于杂修的，啊，那么就是五经里面最好是受持一种，这一种就是天天要念，把它当作功课，啊，必修的功课，啊，五经其余的四种有空可以看看，啊，当作辅助，这样就好。啊，五经之外，我们应当把它放下。啊，这样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所以你读经呢，就是文法了。何况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两个人讲的，啊，不像本经，本经自始至终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的，啊，无量寿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世尊为我们转述，专书无异于阿弥陀佛亲书，明白吗？啊，那是非常非常之殊胜。那么这段文，这个注解很长，因为里面要跟我们讲三十七道品，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啊，前面它还有啊四念处。四如意足四正勤，啊，这个七颗道品啊都要细数，啊，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持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